将信念化作决心。100天后，一起超越更快的极限。100天后，我们会一起追逐更高的风险。100天后，用更强打破所有不可能。而这里，不只有我们。从2008到2022，所有一心向梦的人，都将团结一起，并肩同行，携手共进，一起向未来。我们相信，我们定能再次拥抱，再次呐喊，再一次为全力以赴喝彩。新奇剧，梦就绪，北京2022年冬奥会，100天后，让我们在北京相聚。